就这样吧，试试看，还会不会等一下都到录到另外一个萤幕吧？好，那我们这一个投影片基本上也是各位为各位设计的，就是我们希望很快的让你回顾 JavaScript 的语法，而且顺便学一下 C 的语法。好，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一个有错误的程式，它长得跟 JavaScript 很像， C 跟 JavaScript 其实还蛮像。那我们从大学到现在学了很多程式语言哦，那像我学过的程式语言大概很多都长得差不多哈， JavaScript 跟 C 长得差不多， JavaScript 跟 Java 长得差不多，跟 C# 长得差不多，跟 C++ 长得差不多，但是有长得差很多的，可能各位没看过。 OK， 那长得差很多的不好学，长得差很多的那种程式语言到目前为止都不是主流，这有点正常。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你不是主流，所以长得差很多，你不长得差很多就不是主流吧，这很正常，对。 OK， 好，那所以那种长得差很多的程式语言你学不会没关系的，并不影响你的程式设计能力。 OK， 那哪些程式语言是长得一样，哪些程式语言长得不太一样呢？来，我把它列出来看看啊，这些长得都差不多。Pascal、C、C++、Java、VB、C#、Ruby、Python、JavaScript， 还有像最近 Google 在推的 Go。OK， 然后 R、FastPro 是我之前曾经学过的一个资料库语言，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哦。但是长得很不一样的程式语言呢，就少。像我学过的只有Prolog 和 Lisp， 其他我没学过的还有 ML、Haskell， 这些都是所谓的宣告式语言，或者其中大部分是函数式语言。那这种语言呢，没有回圈，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回圈的东西应该要怎么拿来写程式？你光想要写一加到十，你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你得用递回的方式啊，就像上次我们写的那个，对吧？递回的方式来写一加到十啊，你不能用回圈的，因为它没有回圈。好，那不代表那种语言很烂，那种语言是有它很好的地方啊，但是还没有办法变成主流，因为太不一样啊。那而且执行的速度通常比较慢。好，那标准型的主流性的程式语言通常它会有 if， 会有 while， 会有 function， 会有 for 这些东西。这种叫做结构化的流程式语言。那长得很不一样的呢，那种通常属于宣告式语言。我本来写函数式语言的，结果一个国中生跳出来说，老师你这样子讲有问题。国中生，天啊，不错啊，厉害啊。那要不要说，你讲函数式语言不太对，因为 prolog 不算是函数式语言，所以你应该讲宣告式语言。好，很好，这个国中生太强了，我照改啊，宣告式语言。好，你以后不要看到国中生又觉得他一定不会写程式，现在很多小学生都会写。好，那没有回圈的语言通常没有办法变成主流哦，所以我通常不会去用。那就算会去学的时候，也是以那个你知道纯欣赏的角度在看。哦，这个语言为什么会设计成这样？哇，这样好厉害哦！是哎，但是呢，你最后不太会去写它。那有回圈的语言长得都很像，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个程式语言有回圈，那你应该就知道说啊，我应该可以很快学会它。这前提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之前已经学过一个这种有回圈的语言，你才可以很快学会它。OK， 但是呢，有个问题，虽然你可以很快的学会它，但是你要精通它呢，并没有那么快，特别是 C 和 C++， 它虽然都是有回圈的语言，但是你要
学会它就已经是一个并不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要精通它是蛮困难的事情，因为那个绝大部分的语言都像 JavaScript 一样，它是怎样呢？它是语言设计是用来配合你的脑袋的。好，这是大部分的有回圈的语言是这样设计的。可是呢 ，C 和 C 加加不是 ，C 和 C 加加是你的脑袋是为了配合那个语言的，所以那个语言的设计不考虑，并不是重点，不是在考虑你的脑袋有没有办法接受，重点它是在考虑怎么样子让电脑可以执行的非常快。OK， 那为了快，就变成人要去贴近机器的想法，而不是机器来贴近人的想法。你现在所学的像 JavaScript 这种，都是机器来贴近人的想法。Python 啊，或者是 C Sharp 啊，或者是 Java 啊，这些都是机器来贴近人的想法。那特别是动态式语言，像 Python、Ruby、JavaScript 这种，都是机器在贴近人的想法。但这种程式语言都特别贴近人想法的程式语言，都有个小缺陷。这个缺陷就是执行的比较慢，不像 C 和 C 加加，它就是为了快。很快，非常快，快多少倍？有时候快100倍，有时候快10倍，最慢也会比你快上2倍。OK， 好，所以你要学，像我们在学一个新语言，我们常常花个10分钟在看语法，甚至维基百科找到那个语言之后，把它的范例看一看，就差不多可以开始写。对，因为你已经学过一个，其他的只是把那个。这个语言没有的那个语法稍微对应到你之前的那个语言就结束了。好，所以我现在这一份同影片我就是这样做。我们让各位呢把 C 对应到 JavaScript， 然后就结束。好，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学一个新的语言？第一件事情就像上次我跟各位讲，通常你只要你想要学那个语言，而且你会希望说不只看看而已，还要使用它来写程式的话，那我会建议你最好买一本书，而且买一本适合你的好一点的书。好的书呢不一定适合你，但是你要 买到适合自己好的书。如果我是入门级的，那我就买这个语言入门级的好书；如果我是进阶级的，我买这个语言进阶级的好书，就可以看到你要看的东西。那比如说 C 语言，那你们现在应该是买入门级的。但是如果你本来有一门程式语言已经非常熟练，那你其实可以直接跳过入门级，直接看它的进阶级的，像嵌入式啊之类。好，那通常书还没到之前，我会上网先看一下范例，有时候这样就学差不多了。那个书来的时候，翻，1小时就看完了。很多时候这样，因为你到最后很熟，你看这个比看小说还快。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程式看，这个我懂了，跳过，整本书都快跳完了啊，结束，就会有这样，偶尔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啊，看一下就结束了。所以如果你要学一门新的程式语言，还是建议买一下书哦。那但是。不一定，如果钱不够或者是觉得很贵，就上网找好一点的资源就好。也有很多电子书了啊。那我们基本上只要看这些事情，差不多你就学会那个语言了。哪些事情？第一个，变数怎么宣告？然后运算式怎么写？哦，这里忘记写运算式怎么写。运算式有时候不太一样，但是现在绝大部分有。回圈的语言长得都跟 C 和 JavaScript 非常一样。C 和 JavaScript 这方面几乎没什么差别。if 语法怎么写？回圈语法怎么写？阵列或者是更高阶的，如果它有字典的话，它存取应该怎么做？函数怎么宣告和使用？然后你就花上10分钟看完，你就可以开始写。
你学一个语言，你不要只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呢，没有写，那没有用的啊！你一直看、一直看，最后的结果，就是金庸武侠里面那个王语嫣，对不对？就是他念了一大堆武学秘籍，但是他从来不会打架，也不会跟人家过招。但是他表哥去打的时候，他都告诉他怎么打，他都表哥就打赢。但是真实的世界不会这样。你如果只是看书的话，你人家真的上场去打的人，你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打，他一定反问你一句：“你会吗？”你不会，你不能指导人家怎么打的啦。那个基本上实务经验在这里是有很重要的地方。就好像你今天我记得之前那个游泳比赛了，澳洲有一个很强啊，他穿那个鲨鱼装啊，然后哇，奥运领先人家好多，结果如果你今天你不会游泳，但是呢你看了很多游泳的书籍，然后你去跟他讲说，你应该怎么样游才会更快？你觉得有说服力吗？一样的哈，那所以动手之前呢，你要先做一件事情，要安装开发环境。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简单，有时候不容易。如果你要学 JavaScript， 你一定要先安装，譬如说 Node.js。当然不是只有 Node.js 啦，像 Rhino、也可以，但是有各式各样的平台，你至少要安装一个起来、就算你都不装，那你至少要有浏览器里面写吧、那通通都没有的话，那你没办法开始写啊，因为这是一个实务性的东西。如果你要学 C 的话，你要先安装 GCC 啊，这是最常用的一个 C 语言编译器、或者是包含 GCC 的开发环境，像 DevC++， 或者各位可能会发现 Windows 里面有一个叫 Visual Studio， 那个可以用来写 C、C++、C Sharp、VB， 但是其实我不建议各位用 Visual Studio， 因为那个东西很强大，而且很多东西它是跟 Windows 这个系统有关，所以你要写一般性的 C 语言，你用 Visual Studio， 第一个杀鸡用牛刀、第二个它多出了很多你根本不需要用到的功能，多出了很多不需要用到的功能有什么问题？会搞乱你啊！因为你一定要照那个程序走到那边，你才是开一个命令列的 C 语言。那你如果走错了，你会发现哦，开出一个视窗的，那你就完全看不懂它到底在写什么，因为视窗的 C 语言长得超复杂的，光是写一个 hello 就要200行。OK， 那你会把自己搞死。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试试看哦，到底这些是怎么写啊？然后根据我们写程式的惯例，就是第一个一定要写 Hello World。那英文上面都是写 Hello World， 但是我的习惯不是写 Hello World， 我习惯是写 Hello 你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程式员的开发环境支援中文常常有问题。所以你不把你好放进去的话，他就可能没办法测试到这方面的问题。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啊，中文念不出来。那所以你测试 Hello 你好的时候，如果他印出来的是 Hello 你好，那这没问题，这是对。我为什么有两个惊叹号？这显然是贴错了啊。好，那再来，如果今天他印出来的不是 Hello 你好，而是 Hello， 然后一大堆小虫号啊、老鼠号啊、什么奇怪的符号出现，那时候你就知道编码有问题。很多的程式语言所支援的环境编码有问题，现在已经问题比较少了，之前问题更多，多得不得了。那光是这个编码就已经搞了十年了，二十年了，都还没搞完了。这个电脑的世界是这样，有些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正去解决的时候是个大麻烦，因为它不只牵扯到技术问题，还牵扯到政治问题，还牵扯到国际政治问题，这很麻烦的。
好，所以上面的程式里面输出了 Hello 你好，那就测试中文的问题。好，那要小心一件事情，很多同学呢在 Windows 写程式，然后他就直接把它丢到那个桌面，然后就 OK， 然后我叫他编译，他就开始编译。这个不是不行，但是非常不好。为什么？桌面，你知道桌面这种东西，它的系统路径都很长，你光是为了要编译一个程式，你都要一直切切切切到那个，而且中间那个路径中间还会有个空白，你 CD 的时候其实空白的东西你还得用双引号把它弄起来，而且一打 program files 之类的那种很长的，你怎么或 desktop 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很长的，你很难很难切到那里，所以其实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放程式的地点。哦 ，Mac 还好一点，因为 Mac 的桌面比较容易存取，但是 Windows 的桌面路径很长，不建议放在桌面。最好放在 Windows， 你最好放在比如说低槽跟目录开个资料夹，你学 C 就叫 C， 学 JavaScript 就叫 JavaScript， 或用你的名字，像我都习惯用 CCC。就好，不要那么长，你让自己光是要切到那一个资料夹里面就已经要打上五分钟了，结果五分钟之后你就觉得我累了，去吃一下水果好了，那你就没学到程式了，对不对？对，好，那所以呢对于新手而言，最好不要放桌面，而且你要学会使用命令列和 share， 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另外一个让很多人学不会程式的原因啊，很多老师会一开始就教你使用 Dev C++ 之类的这种开发环境，然后呢，这不是坏事，但是这跳过了一些东西。那虽然一开始入门比较容易，可是最后你还是得学命令列，还是得学 share， 因为那种靠视窗的东西。我怎么样子请视窗去执行我的程式，我都得用点的，你就没有办法自动化。程式写程式的人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自动化。上次我看到有一篇文章在写一个人啊，那个人是干嘛？就是他在公司写程式嘛，跟我们都一样。然后问题是，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那个想法就是任何一件事情在电脑上做的，只要超过90秒，需要花超过90秒的时间，他就会把它变成自动程式。OK， 所以他的电脑里面就一大堆这种自动程式，他基本上呢所有的事情他都只要打一个指令，然后就解决。 OK， 这是电脑人的特点。为什么程式这么有用？各位有想过为什么程式这么有用？现在几乎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是有自动化的东西，全部都是由程式控制，从台积电的晶圆生产一直到你家的自动浇花器之类的，这全部都是用程式控制的。所以如果你学会程式，其实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做自动化。那如果你今天你很懒惰，然后告诉你这是好事，为什么？因为科技始终来自于惰性。为什么我们要写那么多程式？因为我们很懒，只要超过90秒我就不想做，我就不想做第二次，所以我做完一次之后我就把它写成程式，下次我就不用再做了，我只要一秒就 结束。 OK， 甚至排成自动根据时间排班，那就一秒都不用。OK， 好。
好，所以 share 还是很重要，因为这样你才有办法自动化。你靠着那个开发环境，你没有办法自动化。那你要使用 share 在 DOS 里面啊 ，DOS 不叫 share， 叫命令列。那在 DOS 里面呢，你用 CD 切换资料夹，你用 DIR 就是列出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要切换磁碟机，你就直接打那个磁碟机两点，就切换到那个磁碟机。那在 Mac 和 Linux 里面呢，所使用的通常是 share， 我们所现在的环境通常是 bash share，这个东西。那 bash share 里面呢，指令基本上也都是 cd 切换资料夹 ，ls 列出这个资料夹里面有什么东西。那 Mac 和 Linux 基本上都是 Unix 类似的系统，所以他们没有磁碟机的观念。他们磁碟机就算挂上去了，也变成一个资料夹。所以，像如果你在 Windows 里面去灌那个类似 Linux 的环境，那你会发现说，像 Segwin 或者是像 MinGW， 你想要切到低槽，你打低两点是不行的。在那种环境底下，类似 Linux 的环境底下，你打 D 两点是不行，它不会理你。你要打 CD 斜线 D， 它把 D 当成一个资料夹。OK， 好，那这些是你要写程式之前要预备的事情。那这边是我执行 Hello 的一个例子，我把它录下来。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不是在 C 槽的 Users 的 User 吗？那这个是可以啦，如果你进去的时候就在这个资料夹的话，那你把程式丢到这个 user 是可以的。那可是我的习惯是我会把它放在 D 槽，这样子 C 槽就会尽量空出来，因为我的 C 槽都被我儿子灌那个英雄联盟啊，他都快塞满了，我后来都请他灌到 D 槽去了。对，那 C 槽很容易爆掉， C 槽爆掉的时候会怎样？不止变慢哦，有时候整台电脑会挂掉，根本就得要重灌，所以你 C 槽如果快满了，要很小心。像现在我们家的 C 槽就那个硬碟又显示红色的，哦、快满了，你知道？没办法，实在灌太多东西。好，那你就可以用 D 两点切换，再用 DIR 看一下目前资料夹里面有什么资料夹哈，然后切换到你要的资料夹，然后呢，再打 DIR。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些程式，然后接下来你就打执行或编译的指令，然后就可以执行。那我的这一个例子就是切换磁碟机，切到资料夹，然后打指令，开始执行。那这个动作虽然繁琐一点，可是对你学程式而言，这样的方法会更好，因为这样可以下参数啊。你在那个整合开发环境里面，虽然其实是可以下参数，但是一般人不会知道在哪里下。那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像我们之前做那个小翻译系统，那后面要打参数，你就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执行这个程式。事实上是可以，但是你会不知道怎么执行。可是，在命令列里面，这个轻而易举。OK。所以对于新手而言的话，很多时候你的卡关通常在最初期。这些有些人会有挫折感。那挫折感是什么？就是每次那个新手进来学程式的时候，然后旁边有个老鸟，他就问他，为什么我都会这样？然后那个老鸟就，这个这么简单也不会。然后就这个新手就下次不问，下次不问你。那问题是，他越不问，他就越不会啊。那所以，在我们之前大学的时候，一年级哦，班上很明显的强弱分明。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那个全国城市设计比赛，已经拿到前三名的。OK， 那其他的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是完全没学过的，只有大概五个人学过城市这样。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大家都要去问那个人，都要去问那个比赛
拿过前三名的那个人。问题是，他一个人要解答50个人的问题，没办法，他觉得很烦啊。那到最后他也不太喜欢人家去问他。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像那一个同学那样，也就是说你的能力其实比别人好一点，其实 不一定要比别人好，你只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够了。甚至你不知道，你可以说 OK， 我也了解一下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样其实是比较好，不要把姿态摆得很高，然后把那个就是人家来问你的时候就是会给人家很多挫折，这样其实是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学的时候给各位分组，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希望各位互相之间能够讨论，讨论的结果往往你很多问题就解掉，你不讲出来打死也不知道那个问题该怎么解，最后你想了3天然后决定我这辈子不要学程式，很多人就是这样。 OK， 其实没有那么难啦，你想了3天，真正有懂的人在旁边3秒钟你就解决了，不用回去想3天。好，那每一个作业系统开发工具它的尝试都长得不太一样，你应该有用过 Windows XP 吧，你们 这一代应该还有用过 XP 吧，对不对？ OK， XP 到 Win7 是不是有一点不小的改变，对不对？然后 Win7 到 Win8 呢，连那个开始好像又不见，不对，开始好像是 Win7 不见，到底是 Win7 不见还是 Win8？Win8 不见，然后后来 8.1 又搞弄回来，是不是？反正我忘记了，那个开始和那个消失了一阵子又回来，然后现在 Win10 到底长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还没惯。Win10 又开始，对，所以他常常在改啊，而且那个什么系统路径啊，有时候就换来换去啊。那你在惯完 GCC 之后，你要设那个系统路径啊，有的人 打下去 GCC， 命令找不到，然后就挂了。GCC 命令找不到 ，Node 命令也找不到，然后又挂了，然后你就发现哦，原来是没有安装，哦，原来是没有设路径，这里问题很多，尝试都长得不太一样，这绝对不是尝试的，但是对很多已经熟练的人，他就说这是尝试的，但是这种尝试很麻烦啊。那在 Make 上面，有时候你看我 Make 用不熟，所以刚刚那个突然跳来跳去，我找不到，对，为什么会这样？OK。很正常啊，那我们也都会这样，更何况是你们。那 Linux 光是那个 Ubuntu 新版的 Ubuntu 从14点多开始，它就改成一个叫 Unity 界面，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用那个 Unity 界面，太华丽了，华丽到我不会用，然后呢，所以我都改惯 Kubuntu， 因为 Kubuntu 的界面叫 KDE， 很传统，我们这种太老的人可能学不会新把戏，就只能用这种比较传统的界面啊。那你们应该是可以学 Unity 界面的，因为你们没有那个过去的包袱，反正学这个还学那个是一样的，我们反而有包袱。好，那iOS 你如果用过 iPhone、iPad， 你就发现这个相对容易，但是你有用过怎么样用 iOS 来写程式吗？那应该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在 iOS 上面可以算是一种秘技了，对不对？那 Android 也差不多啊，你也不会用 Android 写程式的，因为那都是手机作业系统，你通常是拿来写，不是拿来写，拿来用，然后甚至连输入法都还不常用，用讲的就好。可是问题是，那些上面都是可以写程式的，都是可以写程式的，而且通常你是在那个桌上型电脑写一写再放进去，但是现在这些系统越来越强，强到你基本上可以把键盘和萤幕接上去，它就变成一台电脑。对啊，所以未来用直接用 iOS Android 的写程式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事情，而且都可以这样做，只是我们一般人不会去这样用。那每次哦，
更麻烦的是像那个Ubuntu，从它Ubuntu是每半年出一版，它三月出完一版之后，四月出完一版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就可能是十月再出一版，每半年出一版，那你会发现你的系统半年就过时，半年就过时，这还好哦，有些是每天都在出版本，那不得了，有时候今天去看，明天不一样了，那很麻烦。好，那上次我要写一个 Android 版的 PhoneGap 的 Hello World，因为第一个程式都写 Hello World， 因为不写 Hello World， 你不知道你的程式到底能不能跑。我怎么样试，我都没有办法在自己的那个 Galaxy Tab 4的手机上面，三星的手机上面执行。结果因为那 Android 的系统，后来呢，我找到一个地方，他说什么呢？你要在设定，还是英文的，不是那个，我还得对应到英文上面去。你要在 Setting 的 General 的About device 之类的东西里面找到 version number， 然后呢，在那个 version number 版本号上面连点七次，它才会开启开发人员模式。然后我就真的快被他打败了。这 Google 显然把我们当007在训练了，在版本号码上面连点七次才会打开开发人员模式，这谁会知道、啊？然后最后还要把 USB 侦错打勾，这个还算正常，但是连点七次这一招，我真的是怎么想都想不到。那一定要读他的那个手册啊，读他的那个官网啊，不然谁会知道连点七次啊？那如果你今天这个关过不了的话，那头七就快到了，对你从此就挂了、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如果我的身边有一个他已经会用 Android 的、会用 PhoneGap 的人在我旁边，我只要花七秒钟，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呢，上次我基本上是试了又试，七天之后还没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放着。通常我试了不行，七分钟之后，或者是七十分钟之后，我一定就把它挂掉。算了，这个先放着，然后等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什么事都没有，没得做，然后你就把它再拿出来再用一下，然后再去试，那你就会摸索很多时间，但是最后你会试出来，可是你会发现那个路径很长。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手手或老师在旁边，你那个摸索时间就省掉。 OK，那所以在这堂课上面，其实我扮演的角色往往就是省掉你的摸索时间的人。你自己摸，你自己看书，你也会做得出来，但是你会卡关，你会卡很多。好，所以你现在要学程式，就是自己要把那个 hello 执行一次，执行了没有问题之后呢，接下来你的系统环境大概就准备完成。这个时候，剩下的就是程式到底语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写。那每一个语言都有它的语法哦，变数、if、回圈、阵列、字典、函数。东西没有很多，就这几个。你只要学会这几个，基本上你就可以写出很好的系统，写出很大的系统。但是程式到底是什么？这个各位应该已经都有经验了。但是有，上上礼拜柯老师跟我说，有同学跑来跟我说，你教的太快，他们都听不懂。啊，这时候我就问柯老师，到底是哪几个同学？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几个同学。啊，你去跟柯老师讲说我教太快，这件事情基本上根本就没有用，你应该来跟我讲说我教太快才有用啊。你跟柯老师讲说我教太快，这或许是另外一种刻意的做法，我不知道，你就是希望柯老师来跟我讲或之类的，但是这个太迂回了吧，有点太迂回了。就好像你很多男生习惯这样，就是明明呢，有两个女生啊，我明明要追那一个，但是呢，我就跑去跟另外这个女生讲，
然后每次都跟他诉苦说啊，我要追那个怎么办？但是我都追不到怎么办？然后你为什么不跟这个女生直接讲说 OK， 那我们去看个电影吗？对啊，你为什么是跑去跟那个女生讲，然后再说哎、欸，我都做不到哎、欸，我想约她看电影我都不行哎、欸啊，最后这个女生爸说啊，我帮你约之类，像这样吗？哦，不要做这种事啊，这太麻烦了啊、嗯！直接一点，写程式零与一嘛，你就直接一点，不要很迂回的啊、嗯。我前几天看到有个同学哦，他是怎么样？他是上人工智慧的课，那他其实很用功，而且他很厉害。那他在那个计算机结构这门课上面，他整个 CPU 的设计出来很棒。但是我发现他学程式就是 有一些奇怪莫名的障碍，但是我还搞不清楚到底障碍在哪里。我那天终于搞懂了，你知道他到底障碍在哪里？障碍就是变数名称。那有些人的障碍是排版没排好，那有些人障碍是变数名称。那如果你一个程式明明应该需要十个变数，这十个变数的功能都完全不一样，然后呢，你就宣告一个阵列，然后大小为十，然后这十个变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每一个功能都不一样，意义都不一样，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但是你就用那个阵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来做每一件事情，那你的脑袋一定会打结，一定会错乱啊！那这样你一定学不好程式的啊！除非你有特异功能，那我没办法。就像特斯拉，他想一个什么东西就会出现在他眼前，这种特异功能我没办法。如果我看到那种程式，我就会觉得算了，我重写一个比较快。所以第一个，你写程式的时候，变数命名要有意义。那有很多人他之所以会命名出没有意义的变数名称，是为什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英文单字我不知道啊，比如说我要宣告一个像 SY 这种都 IJ 这种都比较常见嘛，这个都习惯，就索引值啊， SY 就是那个坐标值啊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变数名称，比如说像我们那天在做那个爬山演算法，明明要找一个低点，那比如说低点那我就叫做 low， 高点我就叫做 high，OK， 这样变数名称命名下去 OK 的、嗯、但是问题是你低点就叫 P， 高点就叫 Q， 那你到之后你就忘记 P 到底是什么， Q 到底是什么，对，那就很不容易记 OK、所以命名变数名称，这就是命一个你看得懂的变数名称，这是很重要。那有些人说我就是不会英文啊，我连 low 和 high 我都不知道啊，那怎么办？有办法，你知道现在像 Node 那种环境，甚至 C 也可以、它都有支援中文，所以你甚至可以把变数名称就这样写 ：var 低点等于零，对，可以啊，你就这样子做，没有什么不行。但是并不是很建议你，如果能够命得出中文名，不，命得出英文名称的话，最好是用英文名称。毕竟你每次都要打低点、哦、这种中文，那很麻烦，就是会比较慢。可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接受任何的英文这种命名方式的话，不得已你用那个中文是可以的。那我们台湾的人有一个问题哦，其实在这方面大陆的人在这方面相对有一个优势。什么优势呢？就算他不会英文，他可以用拼音。对，我看很多大陆人写程式，他们的程式里面真的有啊低电这种东西出现。你知道吗？那可是他们看得懂啊，因为那就是他们的输入法、啊。
对啊，那对他们来讲这是轻而易举，但对我们来讲，我就第一件是什么东西？跨博。那因为我们习惯的就是注音输入法，其实拼音输入法是比较国际化的，它可以直接跟英文接上，所以它有它的好处。那前几天同学在跟我讨论那个去大陆的事情。其实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尽可能去。那个听说那个学校那个审查交换生的老师就说，你们资工系为什么要去大陆？资工系不需要去大陆啊，国际系才需要去大陆嘛，国际嘛，对不对？资工系去大陆干嘛呢？其实这个就是不了解我们领域，所以你就要跟他讲什么？现在大陆的软体和网络产业早就比我们强太多了，他们有自己的市场，有自己的手机，自己的 APP 开发平台，自己的微信。我们都用 Facebook， 我们都用 Yahoo， 我们都用 Gmail， 我们都用 Google， 他们都不是，他们都是自己的 QQ、百度、阿里巴巴、淘宝。我们产业就这样一块一块慢慢的都被吃掉了。你这时候还不去大陆去看看人家到底怎么做吗？还锁在这里，你觉得这样会进步吗？所以有机会多去看一看，不见得那边都一定都很好，但是有机会换环境看一看是非常好的事情。你不只去大陆，你甚至我们学校有跟清华交换啊，我们跟成大交换啊，你都可以去啊，这都是好事啊。而且看不同的地方会有非常不同的老师，比如说你去成大，你就去找翟瑟夫啊，你去跟他学嵌入式系统啊，很棒。我前两天那个翟瑟夫才就是成大一个老师哦，那个是基本上他是业界的人，业界非常厉害的。那他就寄了那个 email 来啊，然后就说，我写的那本高等西语言里面有什么 bug， 有什么错啊的。结果后来我发现，他希望我把这一本书弄成 GitBook， 就是 GitHub 上面的书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编啊，大家一起编，那他就可以拿来当教材。OK， 我就觉得好啊，那很好，我就说 OK， 那没问题。可是呢，我没时间，我就上网征求一下，说有没有人，我现在分身乏术，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我现在这个格式基本上跟 GitHub 上面的已经是几乎是一样，只差了一个内部连接和外部连接。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做这件事情，把这本书搬到 GitBook 上面变成GitBook 的电子书？结果就点了三个人，两个是我们系上的同学，其中一个傻笑，一个没反应。但是呢，第三个是我当初去 CosCup 认识的，开源人年会认识的一位同学。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高中二年级，他就去参加开源人年会。他那时候高中二年级就已经跟Joseph 在写嵌入式系统，他们在做四轴飞行器了。我就对他印象深刻，他主动跑来说：“老师，我常常看你的文章，然后呢，我现在跟 Joseph 在做这个，他手上拿一个板子，然后之类的，然后就跟我聊起来，你就发现在开源的年会里面，他就侃侃而谈。”那他后来上了大学，他并没有考得很好，所以他的学校并不是排名很前面的学校。可是这没有差别，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学校比较麻烦，是我们没有办法像他那样做。但是对他来讲，这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念敬礼，在台中沙鹿，对吧？
但是呢，它可以一个礼拜，它往往是我礼拜一在这里，我礼拜二在交大，我礼拜二三在成大，火车就这样坐来坐去，坐来坐去，然后它就是全台湾都是它的上课场所。他就找那个最强的老师，这个领域，这个主题，他最想学的老师，他就去上他的课。那可能礼拜四他就在台大，那这样子跟他有没有考上台大有什么差？他还比只念台大的更强。所以最后你考试考得好，没有用啊！你是要善用那个资源才有用嘛？你会不会说？我去台大的时候，然后那个老师上课，然后我走进去，然后呢，直接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哎，你应该不是我们系上的吧，请你出去。”很少老师会这样做，对啊，虽然真的有老师这样做过了，我还曾经碰过，但是绝大部分的老师不会这样做，然后会很欢迎你来上课，而且你提出问题，哎，他还会认识你。接下来他发现，哎，你不是他系上的。他会觉得哇，不是我系上的都跑来了，这次好学，那很好啊、哦、所以我们很多人拼了命在做考试，可是事实上，你不需要考上台大，你就可以去念台大，甚至你不需要花钱去史丹佛，你就可以念史丹佛。为什么现在网络上的慕课那么多，很多都是史丹佛、哈佛开的啊，那个。课超棒的，你只要上去修，你只要照着他的习题做，你就学会那门课了。多棒！我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门课叫 Name to Tetris， 就是这样啊。那个就是之前哈佛开的课，是哈佛还是 Stanford 忘了，反正就是其中之一开的课。然后呢，那个老师现在已经跑到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大学，还是继续开那个课。超棒的一门课啊！那个课他们做了，恐怕已经十年了，开课成本超过一亿啊！那这种课不修很浪费，所以现在学东西环境变得非常好，特别是像这种慕课，环境变得非常好。有时候我都上网去学，像最近 Google 开了一门课，是那个。Deep Learning 那个技术是我们都不会的。那我一进去看，哇，其实讲的不错，但是问题是太过精简了，没办法，光是看就学得会，那就还要找很多资源，目前没时间。所以有一些课他讲的很好，比较入门的，你从慕课上面你就可以去分清楚他到底是什么等级的，稍微查一下就知道。现在学习环境变得很好，只差你会不会用那些资源，会不会用它来学。你不用去大陆，你也可以上大陆的课。清华大学有个学堂在线，清华大学算是大陆最好的大学。那很多人听过北京大学，但是事实上在大陆理工方面是清华最强。你们都可以很轻易的学到任何一个学校的课。好，那一开始上学期的时候，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对不对？那程式一开始有些人把它误解成数学，所以把那个等号以为是数学的等号，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所以看到这一个程式的时候，他就傻眼。S 等于 Y，S 等于三 ，Y 等于五 ，S 又等于 Y。那三等于 S 等于 Y， 意思就是三等于五，那这根本就是错的嘛。可是这是程式，不是数学。这个等于也不是数学的那个等，这个等于叫做指定。OK， 所以他只是说我把三塞给 S， 我接下来把五塞给 Y， 接下来我再把。Y 塞给 S， 这 Y 其实不是 Y， 是把 Y 的内容取出来，就是那个5再塞给 S， 所以最后 S 是5。
那很多人会误会，以为是数学上的相等。那这件事情每年几乎只要教第一年的程式设计都会出现有人问这个问题。如果因为这个问题卡住，然后被卡了一个月，甚至被卡到最后放弃程式，那就真的是太不值得了。所以我干脆把它写下来。所以你很多人看到 S 等于 S 加1，这代表说这件事情是逻辑上面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是，程式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把 S 的值取出来再把它加1再塞回去。所以每年都有同学误解。那我 今年是重回来第一次教大家的大一程式设计，但是八年前我教过，那时候也很多人曾经这样误解。后来教各位的时候，我已经忘记这个问题。那同学提出来，我才又想起来。那很多程式语言里面都会用一个等号代表指定，为什么不用两个等号啊？或者用其他符号？箭号加等号啊，不是小于加等号就变箭号，也可以。但是问题是，这个运算太常用了，你要一个程式里面要写多少个等号啊？那你用箭号就要多打一个字啊，多打一个字，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慢啊，对不对？所以用等号最快啊，等号拿来当指定，只要你了解了这一个规则就 OK 了，并不会真的麻烦到什么程度。可是这个就是进入一个领域你要知道的事情。那用两个等号才代表判断，这才比较像数学那个相等。好，那 JavaScript 还有三个等号，对不对？上次有同学问三个等号跟两个等号有什么差别，这就是 JavaScript 特有的知识。三个等号跟两个等号到底有什么差别？现在有谁可以告诉我？好，两个等号基本上三个等号是形态一定要相等才会相等，所以三个等号呢，你把三跟数字三跟字串三做三个等号的相等，它会传为 false。但是呢，如果你把数字三跟字串三用两个等号的相等，它会传回 true。这就是两个等号跟三个等号之间的差别。所以在 JavaScript 里面，建议通通都用三个等号，不要用两个。我这里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用了两个等号啊，这里用了两个等号，不好，应该用三个等号比较好。好，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就真的可以写程式了。开始就是程式啊，你可以用画有回圈来做一加到十啊，我很喜欢用一加到十来当例子，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有点需要完整的程式的东西。那你用 JavaScript 写会长这个样子。那如果你现在还写不出一加到十，请你一定要学会它，否则你绝对不能称为可以会写程式。OK， 连一加到十都写不出来，绝对不能称为会写程式，好吗？那如果改成 C 语言的时候，就会变长。你会看到 C 语言要先 include 一个 stdio， 这要干嘛呢？因为它要 in， 它没有 include 这个，它就不能用 printf。JavaScript 的内建就有 console， 所以它不用 include 或不用什么。但是呢 ，C 语言不行，它一定要 include 这引用函数库。接下来 C 语言一定要有一个主程式，一定要有一个 main。JavaScript 不需要。C 语言的变数呢，一定要宣告形态，譬如说 int 就是整数。JavaScript 不用。接下来 C 语言的输出是用 printf， 不是像 JavaScript console.log。好，除了这些差别 ，JavaScript 跟 C 蛮像的，像他们都用同样的 file， 是吧？同样的 file， 都用同样的 i 等于 i 加 1，i 等于 i 加 1， 都可以同样的用上等于上加 i。OK， 这个基本上就是 JavaScript 学 Java，Java 学 C 所造成的结果。太多语言都学 C 了 ，OK。那两个版本 ，C 语言连主程式前面都要宣告一个形态，因为它传为值，可能会传为一个整数 ，OK。
那以这个例子而言是根本就没有传位值，但是它传位值会自动设定为零。好，那这两个语言的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是 JavaScript 是弱形态语言或者说无形态语言，那 C 语言是强形态语言。弱形态语言通常不需要宣告变数形态，也就是它不需要说这个变数是整数还是字串还是字元，但是强形态语言需要宣告形态，你必须要告诉它这个变数到底是整数还是字元还是字串还是其他的函数指标之类的，你必须要告诉它，否则它的编译器没有这些资讯，它没有办法把它编译成机器码。OK， 这是强形态语言。那你会说，那为什么 JavaScript 不用？既然 C 语言需要这个形态的宣告，那 JavaScript 为什么不用？因为 C 语言要编译成机器码 ，JavaScript 不需要编译成机器码 ，JavaScript 是直接执行，它是一种解译式语言。好。JavaScript 是直译式的，它不需要编译，你直接我们上学期一直打 Node 什么程式 ，Node 什么程式，然后它就跑了，对不对？但是 C 不行 ，C 的话你要先打 GCC 那个程式，然后把它输出到一个执行档啊。以这个例子而言 ，GCC WSUM 点 C O 啊 ，dash O WSUM， 这时候它会把这个 C 语言程式呢转换成一个叫 WSUM 点 ESE， 在 Windows 底下就是 ESE。在 Linux 底下就是另外的执行档格式叫点 O 啊，那最后输出了之后呢，这一个如果没有错误讯息出来，那就代表正确的编译完成。那这时候你就再打 WSUM 去执行那个 WSUM 点 ESE， 然后它就会跑出来。OK， 好，那所以 C 语言要编译 JavaScript 不用。那但是 JavaScript 和 C 所使用的语法非常非常类似 ，if、for、while， 通通都几乎一模一样啊。指定也用等于，比较也是用两个等于或不等于或小于等于大于等于哈，这些都一样。加减乘除都一样。这个符号各位认不认识？百分号是做什么用的？取余数啊，取余数啊。这个符号很常用啊，需要认识。它在程式语言里面，除了加减乘除以外，你还需要认识这个百分号，就取余数。它不是百分比的意思，它是取余数。接下来呢 ，and or， 这个 and 是做位元的 and， 也就是说0101跟1111，那 and 完之后还是0101。OK， 啊，这是位元的 and。那or 是位元的 or， 0101跟111做 or 之后1111 OK， 那 not 呢，这个是逻辑的 not， 就是 true 变 false， false 变 true。 两个 end， 这个是逻辑的 end， 两个 end 跟一个 end 不一样，一个 end 是位元的 end， 两个 end 是 true 和 false 之间所做的 end。 如果是 true and true 的话会怎样？是 true，True and false 呢？会 false。那 false and true，false，false and false 还是 false。但是两个直线，这就是逻辑的 or。逻辑的 or 跟 and 刚好相反。and 只有一个 true。or 呢是有三个 true， 只有一个 false。OK。那另外还有加等于、减等于、乘等于、除等于这些。这些都是一种缩写，它代表的是像我写 A 加等于1代表什么意思？ A 等于 A 加1。同样的，我写 A 减等于1代表什么意思？ A 等于 A 减1。我写 A 乘等于1代表什么意思？ A 等于 A 乘1，基本上不会有人乘1，因为乘1跟不用乘是一样的，所以我可能会写 A 等于 A 乘2，但是我不会写 A 等于 A 乘1。OK， 那除等于就 A 等于 A 除 2，A 除等于2就 A 等于 A 除 2， 这样的意思。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譬如说我用 for 回圈写出来的这个1加到 10， 它的写法就更短，因为 while 回圈
一次写一个东西，后回圈一次写三个东西，先设定初值，再比较，最后再加加，它在一行里面做完，所以它写起来比较短。那这很常用，在 JavaScript 和 C 都要会。那其他的都一样哦，宣告形态有 main， 有 include， 用 printf， 其他的差异都是非常类似。会使用回圈之后呢，你就可以学函数。那函数 JavaScript 前面用 function， 然后是函数名称，变数不需要宣告形态，但是在这里 C 语言的版本呢，你就必须要告诉他说我这个变函数传回值是什么形态，他不需要讲 function， 他一开始就要讲一个形态。接下来呢是函数名称，接下来是这个 C 语言我怎么觉得怪怪的，为什么这个编译会过，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 N 没有写 INT 耶，我真的有编译过它吗？我强烈怀疑我是贴错了，应该要加 INTN 才对啊，对不对？那我这边没有加 INTN， 居然我没有碰到错误，一定我是不是贴错程式或者有问题啊，或者不小心砍掉之类的，这一定要宣告形态哦 ，INTN。那 C 语言所有的东西都要宣告形态 ，OK 啊，这显然是一个 bug。有时候写文章的时候不小心啊贴错会发生事情。那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东西没写出来，你就不知道说，原来我写错了。好，接下来，有很多人在从上学期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很多我相信现在恐怕还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不知道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函数的参数是根据位置传入的，不是根据名字。很多初学者的同学都会有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今天写一个 mass 就是取大值，然后他写 if a 大于 b return a s return b， 然后我就写 m 等于 mass 95， 好，那于是他会印出 mass 95等于9。好，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啊，很正常啊。那是因为这程式是我们写，初学者写就不一样，初学者会这样子写啊 ，b 等于9 a 等于5 mass b a。好，现在问题来了，这个 mass b a， 那这边是 mass a b， 那这个程式到底会输出什么？很多人想 ，a 就是传给 a，b 就是传给 b， 所以呢，虽然答案最后都输出9，但是你传的位置不一样啊。这个不是这个 A 传给 A，B 传给 B， 是 A 传给 B，B 传给 A 啊。以这个呼叫例子是刚好相反。那很多人会误会这种参数传递，以为是根据名字，错，是根据位置。这一点请务必要弄清楚。大部分的语言都是用位置的方式来传递的。如果今天需要有些语言支持用名字的话呢，它会让你写说 mass a 等于 b， 哦 b 等于 a 等于 b，b 等于 a， 它会把那个名字直接让你写在参数的呼叫里面，否则的话通常是根据位置。好，那学会函数之后呢，你就可以重复利用这个函数。那有些同学，初学者常常会犯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教完 if 教完 for 之后呢，然后我说好，请你写一个程式，输出一加到10，接下来呢再输出一加到100，接下来再输出一加到1000，然后那个同学就写 for 开始，一加到10做完了，再写 for 又写一加到10，一加到100做完了，然后再写一次，又写一加到1000，再做完一次，三个 for。那如果我叫他说，那你干脆就，从1到1000，通通都输出它的总和一遍好，然后写1000次的 for， 好吧？那如果你能这样写的话，我很佩服你啊。可是这样写是不好的。不过真的，上礼拜我在上那个计算机结构的时候，就有同学跟我抱怨，
因为我们请大家回去设计那个多工器啊什么那些东西的，然后要写硬体描述语言，然后因为那门课叫 NAND to Tetris， 所以要从 NAND 闸开始做。然后有一个同学就跟我上课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一定要从 NAND 闸开始做吗？然后我说对啊，从 NAND 闸开始做没有错啊。然后他就说，我写了一个16位元多工器，我用了900多个 NAND 闸。我说我听到了笑话，900多个我是写不出来啊，但是你写得出来我是蛮佩服你的。可是我的意思是从 NAND 开始做，但是你用 NAND 做出 AND， 做出 OR， 做出 NOT， 再做出 SO， 你就可以用它来一直往上兜，我之前写过的就可以用。它不是，它是每一个通通都全部从 NAND 开始重新建构一遍，那就跟你每次都用一加到十，每次都用 for 再重新建构一遍是一样的意思。你的程式会超长，最后呢，你会发现说，请你做一件事情啊，你的这个程式里面有一个地方弄错了，好，请你把它改过来，要改1000遍。你没有用函数就会这样啊，你用了函数你只要改一遍啊，你没有用函数你要改1000遍啊。所以刚写程式的人没学会利用函数，就开始用剪贴不断复制程式，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做法，因为软体工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这样做当然也可以完成你要的程式，但是它会越来越长，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然后问题稍微复杂一点就会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 debug 一个就要改写1000次，你怎么有办法开发出更好的软体？任何一个地方改就要改 N 次啊，因为你已经剪贴了 N 次了，那这个没办法，这个会是一个大灾难。所以善用函数，这是学程式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叫模组化，这就是软体工程第一步。但是绝大部分的软体工程不会教你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程式设计啊。可是你不懂程式设计，你绝对不懂软体工程啊，因为你要把软体工程教你怎么样子把程式写得很有系统，写得很好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函数很重要，模组化很重要，这是软体工程的第一步。但是这又是尝试，软体工程不会从这里开始讲。那为了回圈和函数之后，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们没有讲，就是 if。 刚刚那个做 math 那个就很 if。 那这个就是取大小值，对不对？取大值。那这是 C 语言的版本，哦，这是 JavaScript 版本，这是 C 语言的版本。你可以看到它两个参数都有宣告 int int， 有没有？它有宣告。OK， 那这边 OK， 那所以其实 C 和 JavaScript， 你看这一个函数基本上长得很像，只差一个有 int， 一个没有，一个写了 function， 一个是写 int， 就这样而已。所以 C 和 JavaScript 很像。好，再来，接下来就可以用阵列的写法。那阵列的写法，你看这个是 JavaScript 的版本，我们用中括号。但是在 C 里面呢，你阵列要设初始值，你要用大括号，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各位说，你要有一个主力语言，你不要说我一下学这个，一下学那个，然后两个都主力，双主力或三主力，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用两双主力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我在 JavaScript 一直写中括号，写写写，到有一天我突然要写 C 的时候，我就在 C 里面写中括号，然后编译就错了。编译会错的还好，编译不错的才糟糕。编译不错的，那你就会有逻辑错，逻辑错那要除就很麻烦。所以能够在编译的时候抓出错其实是好事。好，那另外JavaScript 有一个阵列，有什么点 length 的？这个阵列 A 的话就有 A 点 length。C 语言没有 ，C 语言阵列你不知道它的大小。OK， 你勉强可以用 size of 取大小，但是在函数里面你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
C 语言通常还会多加一个参数，就是把大小也当成一个参数传进去。OK，所以这里就开始有差异。好，那字串呢 ？JavaScript 是比较高阶，它有一样有像 lens 这样的东西，然后可以随便取。但是 C 语言呢，没有 lens， 它必须要用函数去设，叫 stlen。哦，为什么 C 语言是用 ASCII code 的零这个字母当成字串的结尾？它没有所谓长度，它要知道长度就是要一直找到零，然后才知道说 OK， 原来这个字串有多长。那这种设计都是为了效能设计的，所以你在写这种程式 C 语言的程式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到它没有那些 JavaScript 那么好用的高阶的东西。好，那学了这个语法之后，你就可以写很多程式哦。比如说，你可以写一个程式叫 FAN， 然后去计算 A 的 n 次方。其实这个名字不好，对不对？你要计算 A 的 n 次方应该用，比如说 power 就是虽然是力量，但是它另外一个意思是那个次方的意思。OK 那所以 power AN 这样比较好。那你也可以写把阵列字串反转，等一下我们就考试就会考给各位这个之类的，印出九九乘法表，这个都各位都做过。那我们考试呢，原则上每个人的考题是不一样的，待会我会讲解的。好，那很多老师喜欢让学生来印那个三角形，有印这种的，有印这种的，就印这种，印这种，每个都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写出一个程式来印这个三角形？那这件事情你绝对要会做，但是你不一定要做。为什么？如果你已经会了，你就不用再写，那是不会的时候才去写的。OK， 你已经会了，就好像你已经学会加减乘除了，那小学老师还一直叫你学加减乘除，学加减乘除，你会觉得超无聊的，你就不想学了，一样的，你如果已经会了，你告诉我说这题我会了，你连考试的那个题目你都不用做，可是你一定要真的百分之百确定，你不会的话，你还是做一下，小学如果你今天六年级还教他学加减乘除的话，他就会开始无聊。所以通常五六年级就开始学三角啊，学什么证明啊，学什么证明比较少，三角啊，然后一些线性方程式的那种鸡兔同笼啊之类的，那就会开始往前进。那你既然已经学会那个的话，你就没有道理一直停在那里，你应该往前进。那有一直有同学问我，老师我接下来应该继续学什么？像我们上学期这样教，如果你上学期的东西都学会了，那我告诉你，你就开始做专案就对了，你就做专案，你就写一个网志系统，你就写一个维基百科，你就写一个类似 Facebook 的简单聊天室，你就开始写这种系统型的东西，就是你接下来应该做的。如果你基础语法通通都已经会了，你就应该去写系统，不要停在这里。你停在这里，最后你的程式能力就是不进步。你去写五子棋也可以啊。哦，像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对 Google 的 AlphaGo 这个系统要挑战世界围棋棋王李世石，12点直播，我就在等那个直播。对，中午12点直播，哎，直播我等一下贴给各位。那个网址我都看，但是昨天李开复在讲，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李开复其实他原本也是写程式的吧，但是他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创业家导师，然后算是自己在创业，然后做创新工厂，然后去投资很多很多公司，有没有？那这点又扯到刚刚讲为什么要去中国的原因，为什么要去大陆的原因？你不去，你怎么知道那个环境？李开复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最后发展都是在中国。他刚创新工厂投资的公司几乎都是在中国。虽然他现在回到台湾了，但是事实上他的事业中心也都还在那边。为什么是这样？因为
我觉得那边比较有发展性。那他现在还有一部分回来在我们台湾自己投资我们自己的创新的公司哦，但是主力还可能还是在中国。为什么要去那边看？就是这样。那如果你确定自己会了，未来我考试给你考，你确定那题会了，你真的不想写，你就直接告诉我说我会了，好，就不用写了，好吗？但是你如果不确定，你就写一下。好，那很多人其实只是觉得自己会了，但是真的要写的时候写不出来，那不代表你会了，那有问题。这种情况你就多练几题。那哦，像是判断值数啊、向量的矩阵加减乘除啊、复数加减乘除、自算反转、九九乘法表，都可以练习哦。我昨天就在为了给各位考试，我就列了一堆题目，然后去网络上也找了一堆。接下来还有专门的考试网站，只是里面的题目有时候太难，给各位做还不适合。好，那接下来就可以做学进阶的技巧，像回呼、递回、互见。那这些进阶的技巧呢？回呼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应该一半以上的人都还没有搞懂回呼到底是什么。你会用回呼写一个数值微分的程式吗？上次那个数值微分程式，很多同学拿来问我，我都会在黑板上画图给他看。对，你没有问的话，不代表你会了，常常是问，代表你没有思考过，你就想说哦。就这样，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学会，所以有问其实是比较好的。那 有几种没问的情况，没问的情况你看就懂，那不用问了，没问题。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你根本没看懂，你也不问，那就完蛋了，这种也没什么问题了啦。所以你会不会用它来写微分？你会不会用它来写积分 ？OK， 这是微分的范例 ，JavaScript 的、然后写成 C 的话，就变长很多。为什么？因为这里有所谓的函数指标啊。你看它的函数指标，通通都要指定形态，包含这个函数的传回值，这个函数的输入值，通通都有形态。在 JavaScript 里面就写个 F 就好，在这里要写这么长，没办法，因为 C 是一个强形态语言，它所有东西都要指定形态，你不指定这个形态给它，它没办法做。好，所以虽然同一件事情 ，C 就开始长了很多。那做积分一样啊，只是有回圈啊。为什么积分有回圈？各位应该还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了解，对不对？所谓积分啊，各位还记得微积分里面有一个叫黎曼积分吗？什么叫黎曼积分？忘了，对不对？黎曼积分就是一个，我想算一个函数，它下面的面积，我要把它分成很多小的长条形的方形，然后把那些面长条形的面积全部加起来，这个叫黎曼积分。基本上这个程式就是以黎曼积分法在实作，也就是我一直在算那个长条形的面积。你有看懂它是在算长条形的面积吗？如果没有，就代表你不懂这个程式啊。所以有问的同学，我相信他们已经了解这个就是那个长条形的面积。没问的同学，有一些是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算长条形的面积，另外一些是他没懂。好，所以请你要搞懂它哈。这种 callback 的技巧，只要你需要传入函数，你就需要用它。那在 JavaScript 和 C 里面。用途常常不一样 ，JavaScript 它常常会用在非主段式呼叫上面。这个东西，各位还记得我们上学期有用一个小时钟吗？那个小时钟不是 set time out， 然后要传一个函数给它，它之后呢会呼叫那一个，还记得吗？那你可以说 OK set time out， 然后那个传一个函数给它，然后3000。然后它就会在3秒钟之后再呼叫那个，如果1000的话，就会在1秒钟之后再呼叫那个。还印象有印象这个吗？那这个就是所谓的非主段呼叫，因为
你呼叫完进去之后，这个函数呢，它会直接在执行 set timeout 的下一行，它不会等你哦。但是最后在时间到的时候，它会再呼叫你一次。这就是所谓非阻断式呼叫，因为它会继续往下执行，所以才叫非阻断。阻断式呼叫就是我呼叫的时候我就卡在这里，它就不会再往下执行，这种阻断式呼叫。非阻断式呼叫就是我呼叫的时候，我只是呼叫你，但是我会继续往下执行，等到某个时机发生了，我才会再呼叫你。OK。那 C 语言通常不是这样啊， C 语言通常是用阻断性呼叫，但是呢，它在写驱动程式和注册和呼叫的时候常常被使用。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哦，这让我想到一个同学，那同学是怎么样呢？四年级的同学，他跟我讲说，老师，我其实一直想学怎么样写驱动程式，然后呢？为什么他想学？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有一个朋友在大陆工作，然后呢，他就写驱动程式，他一个月大概有二三十万的薪水。然后他说 ：“OK， 我想学。”当然这不是，我就说你是因为这个想学吗？他说：“也不是啦，但是我对这个就比较有兴趣。”那我觉得很好啊，你为什么不学？问题是，他从来没有买过驱动程式的书啊。他从来没有试着去写驱动程式啊，所以后来我把一堆驱动程式的书和嵌入式系统的书都送他，而且请他回来重修，把他当，好吧 ？OK， 对啊，你想做，你为什么不去做？然后用嘴巴做吗？不是啊，你一定要去动手做啊！我想写驱动程式，你在学校学不到吗？不完全。你想写驱动程式，你就去买树莓派，你在上面写驱动程式，你自己接硬体，比如说你去买那个小键盘来自己写小键盘的驱动程式，你就会写驱动程式啊。你自己买网路卡挂上去，买蓝牙挂上去，自己写蓝牙驱动程式，难道不行吗？只是很复杂而已啊。可以做，你现在环境基本上你想做。你来问我，我告诉你你从哪里学，不见得我都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从哪里学。在学校要学驱动程式，虽然比较麻烦，但是不是不可能。所以你想做一件事情，不要说 OK， 因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原因我不做。哦，我今天讲太多了。好，那我想到昨天，前两天一件事情。什么事呢？我老婆和儿子都在学小提琴，学小提琴。然后问题是，他们小就是中正国小嘛，那老师就跟他们说：“啊，这次有一个老师来，那个老师很厉害，那我建议你们去跟他学。”然后他们就去学。然后呢，你知道吗？我儿子学小提琴一小时，跟那个老师学一小时，1400块。我后来就在跟我老婆讨论，我觉得要不要把他的小提琴课停掉，太贵了。然后，但是我不是完全出不起这个钱，但是我认为，如果你学了没有这个价值，你没有花很多力气去学，那这个钱不值得花。所以我后来跟他沟通，如果儿子真的要学，我要求一件事，你每天要练一小时以上的小提琴，我才让你去学，这才有它的价值。那现在问题是，大家好像觉得我们来这边上课不用钱，价格是零，在你心目中 的那个价，当你价格是零的时候，在你心目中的重要性也几乎趋近于零。当然学不会啊！你要去学那，如果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那个1400块，你来这边上课，你回家会没有练习吗？
那你就是把钱丢到水里啊，还是像之前那个烧掉，对，价格很重要，价格是逼迫你学的一个动力。这不一定是说老师到底教的怎么样，但是你没有去练习，你就糟蹋了那个价值，糟蹋了那个价格。好，接下来看地回。好，所谓的地回呢，就是函数里面又呼叫自己 ，f 里面又呼叫 f，s 里面又呼叫 s，hello 里面又呼叫 hello， 这就是地回。所以刚刚那个程式为什么有人说，就是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说，那个我爱你的那个有没有？那个多了一个分号，然后就有人说，如果这个用递回的话，它的结果会更奇怪，对不对？为什么会更奇怪？因为他如果用递回去做这件事情，那最后他会自己呼叫自己，自己又呼叫自己，自己又呼叫自己。那他忘记加上这个 if return 的话会怎样？就会当掉。什么时候当掉呢？在递回爆掉的时候他就当。就是递回会产生一个堆叠，会需要一个堆叠一直推他的参数进去。当他最后那些参数一直推推推到整个记忆体满了，他还继续推的时候，这时候比较好的环境他会直接告诉你堆叠异位。但是像 C 源它是强调速度的，它不会去做这个检查，所以通常 C 源就是直接断掉。那有一些特殊的技巧，那天我在写那个就是怎么样子避免写出糟糕的 C 源的那一篇的时候，一样十分钟的时候就有人在提醒我这件事情，但是我实在没想到那么多啦，那个技巧太高深了。说在那个记忆体的 MMU 的后面给它塞一块会触发那个中断的区块，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导致说它一旦递回堆叠爆掉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中断，就可以把整个系统停掉，是可以有这样的技巧，而且速度还是很快。但是这个是非常特殊的，只有做嵌入式的人才会知道的技巧。我们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在业界做嵌入式过。这种事情就要问那个专门做嵌入式的人，像 Joseph 他们就会很清楚。好，同样的，像那天我们不是请大家写这个递回吗？一样写一加到 n， 但是呢，你的 Sn 其实是用 Sn 减一加 n 来做的。这也是一个递回，虽然感觉很迂回，可是这种很多时候有它的好处，有时候这样写会更清楚。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函数式语言或宣告式语言常常就是这样用。那这个就是一样做一加到 n， JavaScript 版 C 语言版， JavaScript 一样有 function， 然后 n 一样不用加形态， C 语言一样要加形态之类的。这里就是递回呼叫，有没有 ？Sn 减一， Sn 减一，这 S 嘛 ，Sn 把 n 减一传回给 n， 接下来下一轮的 n 就变成 n 减一了。这里其实会有一个很难思考的地方，各位，你如果只是把它看得说，对啊，就执行结果是这样，你没有仔细去想的话，那你的功力也就到此为止。你要仔细去想它的执行过程到底是怎么样，你是要去了解它的堆叠到底推了什么东西进去，最后它为什么还可以回得来，这件事情并不容易，现在讲不清楚，这个要到编译器的时候才讲。好，同样的，这个如果我们在中间加上列印，就会产生像这样的，虽然最后计算出来都是 S10 等于55，但是中间的过程它会印出来，中间过程印出来你就知道说，哎，他好像是这样子的做法，他好像是呼叫下去之后再回来，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下去之后再一直回来，一直回来，所以这一行才会这样印，这很多人没想清楚。同样的，如果你
看得懂上面的写法，你也可以用它来写费氏数列。费氏数列是一个很经典的递回题目。好，这个费氏数列你不要一下子就给它算 F100。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放下 F100 下去算之后，它就不会回来了，它会荡掉，太大了。你看 F100 相当于大概是2的100次方，那你要执行，你的电脑会几乎是停摆的状态。你可以试着写写看，但是用最多用 F10 来测就好，不要用 F100。 哇，今天又讲太久。好，最后看看物件的观念。那这个物件的观念，如果一个物件只有资料没有函数，这种我们通常叫结构。那在 JavaScript 里面，我们可以写出像这样子的，这个物件的姓名是 John， 年龄是30，这只有资料里面没有函数，所以这个是一个纯粹的结构的物件。但是呢，如果用 C 语言写，它要这样写 type def struct， 然后最后写这个物件的名字 people 之类的，这里应该也改叫 people 比较一致。那有名字有年龄 John 20、这里30写20乖乖 Mary 30 George 40，像这样子，每一个语言的语法长得不太一样， C 语言比较长一点，但是在结构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在 JavaScript 里面加上函数，这样就变成一个物件。OK， 你一个原型，它有一个计算面积的函数，这等一下也会考。一个原型有计算面积的函数，那矩形可不可以有计算面积的函数？有。那如果你有一个阵列里面，我塞了一些原型和一些矩形。我每一个用一个破回圈去呼叫它的面积函数，请问这样可不可以执行？可以，但这种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多型 polymorphism， 这个在 JavaScript 里面轻而易举，感觉一点多型都没有什么用到，因为它是动态语言。但是在 C 加加或 C sharp 或 Java 里面，这个多型机制就变得很重要。没有它的话，很多程式的结构会做得很烂。有一个主题叫做 design pattern， 设计模式。什么是设计模式呢？就是人家写程式之后归纳，会觉得说 OK， 最后我们设计的时候会有一些固定的方式出现，这些固定的方式就称为设计模式。如果你之后写程式，蛮建议你可以买一本设计模式的书来看，那用你对应的语言，你会看到说 OK， 原来有这样子大家已经通用的模式，我就不用再去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子来建构出整个软体。 OK， 那这种模式你会多了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软体架构会非常的清楚。那或许有同学知道有一个软体领域的职务叫做架构师，软体架构师有听过吗？架构师是做什么？基本上就是你要开始一个专案之前，你请一个很厉害的架构师，把你的软体架构全部都规划清楚，你做那个专案之后就会变得很顺利。这个就是架构师所会的东西。但是通常要成为一个架构师，通常得写十年以上的程式，做十年以上的专案，然后做得非常好，你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架构师的。 OK， 那不要只看说哦，架构师薪水很高，但是背后是有很长的历练。为什么需要这个架构师？如果我今天是淘宝，我请一个架构师就可以让我开发的这个系统又快又好，开发之后又没有问题。
那这个架构师的钱就花得很值得，我为什么不花？我们为什么不请第一流的架构师来先做这件事？我可以给他年薪1000万啊，对淘宝来讲1000万小事，但是万一他那个软体没做好，就大事了。所以像之前 QQ 在开发那个微信 WeChat， QQ 会开发 WeChat 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原本的主力产品就是 QQ。OK， 它主力产品是 QQ， 但是 WeChat 的微信却是一个跟 QQ 几乎完全功能重叠的一个东西，它为什么要再开发一遍？这就是它这个公司厉害的地方。为什么？因为软体开发到后来，发现这些人的思维模式是固定的，他开发出来的产品就是这样的，你要让他还有一些新的可能变得很不容易，那他们做出来的东西会变得很复杂，功能会一直加到最后那个功能很庞大之后呢，这个软体就定型了，它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今天我想要在手机上面，当初微信就是为了要在手做一个手机上面的 QQ， 但是它就用了两组人，我让你全部重新来打造。而且我还让你们两组互相竞争，你手机也可以反过去吃下桌上型的地盘，你桌上型你也可以去吃手机的地盘，我看你谁吃掉谁啊？最后微信吃掉 QQ， 至少在手机领域，那他们就发展出这样的开发和管理模式，这个是台湾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台湾的老板都是 cost down 啊 ，cost down，cost down。你要叫我用两组人马去开发，我成本不是变两倍？啊，老板不愿意这样做啊，可是人家就是这样做，才会有办法在那样竞争的环境底下活下来。所以在了解这些基本语法之后呢，最后，我喜欢用这个例子做总结，因为它还有字典的概念，对不对？做一个小翻译系统，像这样，一只 a dog chase a cat， 一只狗追一只猫，那看起来又很有用。虽然现实的自然语言没那么简单啊，但是我们把它简化，那最后你就会看到，其实这两个写出来都不算太长，不过 C 会长一点，甚至我有一个函数还没有列出来。为什么？因为 JavaScript 有字典，它传进去就可以查出对应的字了。可是 C 没有字典 ，C 要自己写用阵列搜寻或 自己写字典的部件或函数才有办法做，或者是你要去引用外部的函数库。那所以在这里我就自己写，可是空间不足，没有列出完整的 file。那这样看完之后，如果你是选 JavaScript 的，你应该要会用 JavaScript 写这些程式。如果你是选 C 的，你应该会用 C 写这些程式。如果你写不出来，那就代表你还没学会。OK， 那如果你写得出来，我相信你基础的程式能力就有。OK， 所以学这个并没有非常非常困难，但是你一定要去写。那你可以参考语言的语法，像那天有同学问我说，老师，到底什么样才叫学会一个程式语？那为什么有这个困惑？困惑就是，我每次写程式的时候，我都得要查。那我查了之后，我才知道说这个函数怎么呼叫，我才继续写。对啊，没错啊，没有人叫你把函数库背下来啊。你把函数库背下来也是不对的，你最多把最常用的函数库记起来 ，OK。那些不常用的函数库，你不要花脑袋去记，你需要的时候查就好。可是你要有点线索，所以为什么我说各位要把程式的书当金庸小说看，就是你要知道那些线索，等到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知道下什么关键字才找得到。
那这件事情，如果你把程式的书永远那么正经的当看，你不把它当小说看，你就没有办法记住这些线索，因为人脑不是电脑，人脑很难记住东西，但是很奇怪的是，人脑要有线索很容易。你看过的东西，你就会有印象，有印象你就会有线索。可是你不用把它背下来，你不用看一本书说 OK， 我把这个程式背下来。那不需要，写程式不是这样写啊。所以你去写这些考试或习题的时候，你不要去直接找到那个答案的题目，不是题目的答案，然后直接把它抠下来说我会了，这是骗自己的，也是在骗我。那没有意义哦，我们根本不评你这种分数。最后这门课怎么评分？我最后给你做一个口试，我看你有没有会了，我就给你评分，好吧？可能不再用上学期。如果你有作品，你把作品拿出来一样，我再给你一个口试。我觉得这个作品你都很理解它 ，OK， 分数就很高。然后口试的时候，我发现你连回复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不会写递回，你连阵列怎么用都不知道，那我肯定给你很低分。哎，这个显然就是没去写。好，所以哦，我们这次的十分钟大概就先这样，但是已经讲了两个小时啊。好，每次几乎都讲两个小时，奇怪。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各位看一下，我这里已经放了一份考题啊。那既然今天时间已经快用完了，我就直接讲。这考题要怎么做？你要做第几题？啊？你看这考题里面有基本题、阵列题、矩阵题、自串题、回屋题、递回题、演算法题、物件导向题啊。每一类你都写一题，但是不是自己挑，是指定。怎么指定呢？来，这一类有六题的话呢？那你要做哪一题？你的座号，也就是你学号最后两码，你的座号，你把它对六取余数之后加一，就是你要做的题目，好吗？这个有六题，你就对六取余数加一；有三题，你就对三取余数加一，就是你要做的题目。为什么要加一？因为我们没有第零题嘛，对，所以取余数之后要加一，好吗？你就做那对应的每一类一题，好，下礼拜请你做出来，交到上面去，我会问你，我会看你是不是懂了。那你不要，如果你不会写，你不要说我做到了，不要说我做到，我下礼拜一样用一个表格给大家自己填 ，OK。但是你不会写，你不要说我做到，你不会写，你就在上面给我打一个问号。我就知道你不会，你有问题。好，我们下礼拜就来解答，好吗 ？OK， 回去我会把表格弄出来，你先去写，下礼拜我们请大家填，好吗 ？OK， 好，那今天的课接下来就是给各位写的时间，你可以试试看。好，那可以休息一下。